主人公。三号主人公呢，他的家乡呢比龙凤组合要远，要北啊，比这个陈立农的家乡呢也还要北啊。他的名字叫易春雷。我们先透过一个短片呢，先来了解一下他，导播。每天早上6:30，易春雷都会准时出门，换上工作服，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易春雷是伊春市某手机网络营业厅的一名接待员，每天来营业厅办理手机业务的客户络绎不绝。易春雷的工作内容就是解答和引导，以便让客户们能更快捷地办理相关的业务。客户什么样的有？比如说，像这样的客户，我就应该这么去对待他。老妹儿，我今天喝多了，昨天把手机整丢了。你说昨天我喝的吧，成果了，仨人喝4瓶白酒，哎呦我喝的太爽了，就是胃疼，太难受了。先生，您是手机丢了，然后想办补卡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手机丢了，我出去都没用，我就手机丢了。你看你带不带身份证，先生？老妹儿，你看我这哪个身份证？先生，您卡还真挺多的，但是就没有身份证。啊，那行。先生，你慢走。比如说遇到这样的客户呢，我就得用200分的耐心去对待。老妹儿，你给我办个号呗，就是那个我朋友前天使的号可牛的了，我想比他更牛一下子，就那个什么1588888888那个号有没有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个号码不是我们伊春市的，你看你有没有别的更喜欢的号码呢？你是差钱的意思？看我告诉你老妹儿，我不差钱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点都不差钱，就钱多烧的，我就要这号，知不知道？我热的慌。这样吧，我帮您推荐一个号码，你看这个喜不喜欢呢？是1880458134，这样呢可以代表你跟你的爱人相爱一生一世。还一生一世？我能跟他一生一世吗？还一生一世？谁跟谁一生一世？现在你是，你看你是做生意的吧？对呀，就有钱嘛，这做生意政策好嘛。我再帮你推荐一个，18804585977，5977代表我就起起，这样你的生意呢会越做越红火。那行，你给我办吧，行你办。来，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三号主人公易春雷。经常会去这个面对很难应付的客人，经常会有，但是啊，勇哥不怨他们。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都会有一些误区。这我还真想目击一下，易春雷如何去应付那些有各种要求的这样的客人。好，你需要什么道具？我需要一个老婆。你需要一个老婆？我给您找一个老婆，因为到我们营业厅办理业务的很多都是夫妻。我。好不好？有谁想当勇哥的老婆？这样来，上来，来，好，当勇哥老婆多好啊！每天那么幸福，那么开心，对不对？我那个不方便，这个。大家看，他俩像夫妻吗？举报！哪有夫妻站这么远的呀？对不对？你应该这个样子，来，把手，对，来，声明一下、啊，对。咱们俩再靠近一点，暂时的夫妻啊！好，咱们现在就模拟一下在营业厅的情况，好不好？那么我需要一把椅子，因为勇哥一定是 VIP 客户。来吧，开始。我们进来了。那个老公，老婆有什么事儿？那个我发现你啊，最近业务挺忙的，然后有的电话还背着我接，我想查查你的电话单子。你问他呀。你这服务，这也直接我进来您就服务了吗？对，人家请过呀，他都怀孕3个月了。对呀、啊，还不满意。对呀、啊，这样才像嘛，这样才像嘛。那这样，您是不是觉得我你的服务我不太喜欢？对。嗯，勇哥。就是老公。对。太单调了吧？是。来，音乐。到我身边，我带着微笑，我带走了您的烦恼，为您解答。
我的富豪。我们来，这是营业厅吗？是啊是啊，营业厅，我以为是歌厅呢哈。没事，老公，老公，我喜欢，可喜欢了。啊、你喜欢就好。老公，我喜欢。啊、你不要查我话单吗？查询话费详单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必备两样东西，第一样就是您的服务密码，第二样就是您的手机，一样都不可以少啊、哦。可是密码我不知道啊。哦，对，密码。密码我为什么告诉你啊？每个人都得有隐私啊。老公，那你不爱我？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都给你，密码你不告诉我？那。好，我那我告诉你了。一二一二。密码是六呗。一二一二一二。多专业。那就能帮我查一下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帮你查一下啊。啊，要手机号码还有密码。对，不是手机号码，是需要手机。手机和服务密码。服务为什么需要手机呢？因为你输入的你的手机号码以后，系统会返回到你手机一个验证码，这是保护您的隐私的一个途径。我这话费总吃费。然后我订了什么杂志，还有什么彩铃的服务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自费，然后无缘无故扣除了好多钱。一些那个运营商会免费赠送一些，比如说手机报啊，类似于一些叫天气预报这样的业务，但往往这些业务呢是第一个月是免费的，但我们会提示您第二月收钱。老公，你还有吗？我没什么用。那我们没有，咱俩回家吧。不是，走吧。不是不是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我最近这个他的我给他买了个手，买了台新手机之后啊，话费非常的高。哦，你都给谁打电话？我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过不下去你知道吗？话费老高了，养不起。我跟你讲，不看这孩子份儿，早跟你离婚了，你信吗？你话费咋回事？那么高干啥？趁我不在家，你给人打电话呢？你，我真的演不下去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谢谢。让你是慢走。谢谢。演得很好，很好。谢谢你啊，老婆。易春雷看来呢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位姑娘。易春雷来到非常六加一呢，是有一个愿望。她这个愿望呢，就是为一个人过生日。我们来了解一下。易春雷选择了去伊春工作，因为这样可以投奔自己在国内唯一的亲人姐姐。为了给一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，十年前妈妈就远赴韩国打工。易春雷大学毕业后，爸爸也背起行囊去找妈妈了。从此夫妻共同在他乡奋斗拼搏，留下易春雷独自寄住在刚出嫁的姐姐家里。八月十五团圆的时候，哎呦，我想是快要过去了，没什么好过的，过什么呀？每天下班看见姐姐一家人其乐融融，这时是易春雷最思念父母的时候。总是所有时间都是为着我们着想，想他们就得在他们不忙的时候，然后让他们管别人借一个电脑，然后就视频。在电脑前翻看爸爸妈妈的照片，是易春雷主要的业余生活内容。因为他们在那边挺辛苦，真的非常辛苦。爸爸走之前，160-170斤呢，能打。我妈说话比较直嘛，说，哎呀，你爸爸现在可苗条了，瘦的不行了。但是，我知道他累的，心疼。
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由于只有姐姐在身边，每到自己生日的时候，易春雷总是因为怕自己触景生情而故意忽略，但心中却牢牢记着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。妈妈，生日快乐！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一个蛋糕。蛋糕啊！哎呀，这儿呢。哎呀，太谢谢了！我给你唱首歌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妈妈感谢你一天一天这么健康的长大，妈妈非常高兴。你说你为我吃了多少苦啊，从来都没有说因为这个退缩过。你们一天一天健康的长大时，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鼓励。妈妈是拼搏，是为了你们拼搏的。妈妈，蛋糕好看吗？想吃那就回来呗。我们现在团聚的日子快了，没有几年了，咱们就能团聚在一起过个幸福的生日或者换节假日。我这次都要登上央视一套了，非常六加一，来看我参加节目啊！那没办法，就是为了你们，给你们入个好的日子，妈妈拼搏是应该的。妈妈，你相信我一定能表演好，对吗？我们一起努力。玲玲，加油！加油！刚才你对着视频呢为母亲唱了生日歌啊，父母都在韩国工作，那现在能不能透过我们的摄像机唱给全国的观众，让这些所有有孝心的年轻人。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想告诉你，女儿可以了，我现在可以独立，我出息了，别在外边拼了，回来吧，我天天都回来给你洗脚，绝不让你们再受一点委屈，好吗？唱首生日歌，祝母亲的生日快乐。来，一家人欢聚一堂，祝妈妈花甲大寿，欢歌笑语喜气洋洋，暖流涌上心头。啊，妈妈呀，祝您长寿，祝您长寿，儿子儿媳百花家成年，敬酒祝您长寿。想到吧，易春雷很感动啊。我们背着他呢，把他的母亲请到了现场。大姐，感谢您来到《非常六加一》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《非常六加一》这个舞台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因为这几年我拼搏了几年是为了女儿。看到今天我女儿能站在非常六加一舞台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。我呢应该回来团聚，应该给他做一个可口像样的饭，我感到自豪。我看您还带了一份这个礼物送给女儿的吗？这份礼物是我和他爸爸想念女儿，在海边一边走捡贝壳，给他精致地做了一个小小的花。我喜欢花，我的女儿也是从小喜欢花，虽然她爸爸没来，我带给了她爸对女儿的祝福一封信。这是易春雷的父亲写给女儿的信，雷雷，
爸爸，你爸是你最忠诚的追随者，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永远爱你，祝你演出成功。你爸，你是最棒的。谢谢易春雷的父亲。另外我们来看一看父母在海边捡到这贝壳做这个花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也是母亲呢，可能是长时间没有在你身边，在外面打拼，给你带来的一份祝福。真的，你没有想到母亲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啊！很抱歉，我们可能保密工作做得太严了。勇哥，我给你找个老婆，你给我爸妈带回来了，你太够意思了你。我比你够意思，你给我找的是个假老婆，我给你找一真妈来。你太讲究了你。我的现在目前的心情是非常甜美的，我从韩国带了一份小小的礼物，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刚才呢，在他们俩分糖的时候呢，我特意留下了一块，我要送给谁的？中国有句老话嘛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在这个聚会喜悦，送给我们大家什么才艺呢？一个韩国歌曲《宝儿的歌》《女孩天下》。女孩天下。
现在我们再次请上今天登上非常六加一舞台的四位主人公，首先就是龙凤祖。决定权在你们大家的手里。听口令，停，选择。没有标准啊，喜欢谁就投谁一票。现在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啊，非常明星的已经产生了，他将获得由金立手机为他特别制作的开心手机一部。我们共同关注一下，本场的非常明星是，本场的非常明星是龙凤组合。恭喜龙凤组合成为了今天的非常明星，再次感谢金立手机的对本环节的独家支持。这里是非常六加一，既然有梦想，干嘛呢？